Morning, how are you? 你记得我哪句什么？你记得吗？我们不就每一样东西都想了很久，想的最好的方法给自己用。为什么？我们的高墙墙墙，用这种高墙将你边边的东西封住，封住。但是一直久了就之后呢，如果你拿普通的膏子，还没有用的。为什么？它膏子会脱出来。所以我又想到了，用那种就是阿鲁米的铝的纸。如果你一小张，我不用的上封住了，用我小张，咁啊，然后呢，我将呢度粘住 ，OK。嗰啲塑胶会长尘啊，很肮脏的，所以我就用这个方法，用这个就是阿鲁米的，唔系普通的纸，阿鲁米的，将呢度将刚才呢度弄住了咗之后，将种塑用尽量。用那种这样捆出来，它比较耐用，不会在你太阳给它腐蚀它长尘啊肮脏，所以说你说完不完美。所以不只用得这很多很多东西都可以用得这样。 OK， 希望你好用，拜拜。